我最近都好積極將手上邊嘅 fiat money 發鈔咧，就變成 precious metal。咁其實呢件事就唔關係你感唔感覺到有危機，你先做。其實不嬲都應該將你手上邊除咗養家養自己一啲日常開支嘅準備嘅錢，你預留一兩三個月啦。咁其他嘅錢咧，都係將佢變成貴金屬咧。咁呢個係我嘅做法嚟嘅。咁呢一個收到嘅咧就係、是。Prime， 咁好開心啦，一個笑咁樣啦。咁呢個喺佢寄出嘅地方咧，就係、是、North Las Vegas， 就係北拉斯維加斯喎。咁呢個因為佢 thermal 啦，呢張紙已經甩咗色，因為可能温度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喺亞馬遜買嘅嘢，因為嗰次我想買嘅嘢咧喺 eBay， 佢就個 shipper 就拒絕。寄嚟香港，但你同一個 shipper 咧喺 eBay 嘅，佢可能喺 eBay 買嘢嘅條件咧，令佢冇辦法，佢一定要寄。咁我就收到啦。咁大概其實都係買咗十日。咁呢一個件咧，都係通過哇開始好財雄勢大嘅 SF， 就係順豐咧，經過順豐咧就寄俾我嘅。其實經過順豐寄咧，你就可以有個主動，你收到佢嘅 message 咧，你就可以打電話去請佢release 嗰個件，又或者可以請佢放喺佢嘅最近附近嘅站啦。咁我就請佢放咗去附近嘅佢一個收件嘅站，咁我就去成功攞咗啦。好咩？而家開箱啦。我係其實不嬲對於亞馬遜佢嗰個電商咧係好好奇。因為我睇佢啲廣告咧，啲人嗰啲教學咧就話，你係唔需要理嗰啲 inventory， 即係你唔使理個庫存嘅，我唔知點解咧。咁佢話你都唔使去理咧發貨嘅事。咁入邊咧話，咁呢個係乜嘢咧？就係、是、OK， 就係話我買咗呢個31.99，跟住9.6咧就運費。其實9.6運費好平啊，$70啫。平時 eBay 咧收親啲運費咧，要成200美咯，190至到200頭啦，$300都有嘅。咁呢個好平嘅，只係得60-70。咁呢一個係呢、這個係 Metal Magery 10 Unique A with Velvet Jewelry Pouch。咁因為美國佢出口嘅嘢咧，佢要寫到佢嗰個 description 咧就好 detailed， 或者呢一個係亞馬遜嘅要求。咁佢如果佢嘅庫存係人哋幫你管理咧，咁你自己梗係了解你自己嘅貨啦。咁但係人哋倉嗰啲人就需要一啲比較具體嘅資料啦。咁而家咧就開咗呢個。Bubble 袋先，真係有個 velvet 嘅 pouch， 咁佢入邊應該係有十片呢啲一盎司嘅，唔係一個 gram 嘅 unlock， 咁佢每一個咧都係有個 capsule 包住嘅，咁將佢放大啲。這個是獅子，咁佢其實全部都係一個設計嚟嘅，即係一個系列嚟嘅。呢、這個就係一個 gram 嘅 silver， 咁跟住佢一點鐘位置就係寫住 bullion silver bullion 一 one gram 999，咁呢個係獅子啦。其實佢好細咧，係同我個指甲差唔多大。但是他做到呢好有勢，是不是？這個是獅子，那他的後面應該都是有個 hallmark 1 gram 999 fine silver， 因為他這個價錢呢就是$32呢，你當他再加$10，即是$42，432，即是$320呢就已經有10粒這些，即其實$32一粒咯。哎呀，作死咯！$32仲要俾啲銀你，佢咪比較難同你喎，所以你
可唔可以想象到，当你揸住一啲 precious metal， 揸住贵金属，你对价值嘅理解咧，你系会要重新定义，你要重新再理解32元其实一个三餸饭咯。但是如果你不吃那個三餸飯，即是假設你是不可以不吃東西，其實人是可以不用吃東西的，那假設你要吃東西， 那你想想，每次你吃一餐你就一粒，一天吃三餐呢就沒了三粒，一個月呢你就耗用了接近100粒，是不是？你跟著趕時間搭的士呢又沒了幾粒，那這個呢就是純碌。咁佢上面有冇寫咧乜嘢 of Americ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係咪咧？又好似係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咁呢個純鹿啦，跟住呢一個公仔係啊 Buffalo 嗰只美國嗰種水牛。你睇佢啲毛咧，攣攣咁咧，哇！佢都幾清晰，即係呢啲係好 fine 咯。佢同埋佢整一個水晶嘅 capsule 俾你喎。有時美國人做嘢咧，其實佢哋有佢哋嗰種瘋狂咧，但係佢哋都將嗰個瘋狂咧放喺佢做嘢嘅態度同埋創意上邊嘅，即係唔係整起個人癲喎？咁呢個係一個 dolphin 啦，呢個。哦，這個又沒有寫喎，又沒有寫，咁唔知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咁呢一個係啊紅，我諗佢再寫嗰行 banner 咧，咁佢又唔夠位噶啦，幾靚。跟住就係、是、啊企鵝 penguin， 跟住就係呢只係。老虎，呢只系咪 Linux 山猫？唔知啊，佢冇写我估嘅啫。咁呢一个哦 ，Red White Shark 呢个大白鲨，点解佢啲胶袋全部有少少尘？啊，佢嗰啲蛹，即系点解佢哋全部都有少少？呢啲黑點咧，我係佢個絲絨個袋跌出嚟。咁呢一個係紅啊，呢個咩嚟？又係紅。哦 ，OK， 佢兩個造型唔同嘅紅，我諗紅係有唔同嘅款咯，係咪？跟住哦冇啦，就係、是、呢10個啦，紅啦，大白鯊啦，跟住係。老虎，另外一隻熊，企鵝，山貓，海豚，純鹿，水牛，同埋，呢個係，哦，獅子。就是這一度10粒這些這麼得意的銀呢只是300多元而已，希望你喜歡這個亞馬遜的開箱，請你給個 like 還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其實我有想過將不將他們和我之前那些1gram 的、那些 collection 呢又帶合照，不過可能你們會悶，看來看去看了很多次了，所以呢今天只是介紹這10粒新加入的 collection， 希望你喜歡。